好，现在请各位到你们的栅栏里面去吧。栅栏，栅栏啊！现在你们所在的栏杆里面，就是你们的领地。由于上一轮是羊队获胜的，所以优先选择是先唱还是后唱？后唱，后唱。哎，你们就不要再这样了，好不好？不，都已经这么强了。我们要非常合理的运用，我们要尊重坤哥的意见。对，后唱。OK， 我们现在先公布狼队的歌曲是。最炫民族风。哎呀 ！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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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不要先唱，不要，我们要先唱，我们要先唱。这个我也不会啊，这个我也不会啊。现在我们放原唱。你会唱吗？会唱。终于和梁凯三个人在一起唱这个歌了。你要记住那个节奏，每一句开始唱。Come on！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我的企鹅水从天上来。哎呦，这个太难了，为什么？哦，这么久了，两句他有两句，要顺要顺。大黑牛完了，你看大黑牛的眼神。啊！一二三，到你了。我知道。来，狼队，请准备音乐。哎，我的第一是什么？什么样的节奏？一定非常不同。不是我们 dancer 吗？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摆？什么样的我那句是什么来着？最开怀。漫漫的天空是我。啊！我那句是什么来着？你是我的爱，想你说。哎，我那句是什么来着？呀，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弯弯的河水是天上来，弯弯的河水是天上来。后面，后面，后面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哎呦，哇！哇！哇！有猪，哦，小猪，好可爱啊！我们终于有另外一个曲面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哦，他就进了你的地盘，越多路过你就输。陈哥，因为我们是领地守护战，所以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的领地，被猪给占领了。快来！你们再吼就把他吓着了。他在吃摄像机，他在吃 GoPro， 还在找镜头。